拜拜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拼一场，你帮我拼一场哦。来啊，关掉。你什么都给我送。不会呢，现在很清楚哦。来啊，先无套的啊。你刚才先有套的无拼啊，无紧啊，我无拼啊。该拼还是爱拼拼的啊，来啊，十一包啊。卖个老鱼啊，三包啊。这骰子四啊，四包、五包、六包啊，七包、八包、九包啊，都给两包去，够偌济？好啊，七叫我跌跌去啊。好啊，好啊，扛的伤济啊，扛好，扛好，来啊。去，来啊，搁上面，搁上面要啥？要啥物？起来啊！你领七十二啊！送啊，无遐咯，是啊，送落去啊。啊，你啊，昨天不能是搁有吗？加落去，加落去。你领全部个加下加，本来下加加大包就差八百，现在无遐好笑。赶紧啊，凊彩啊！你来看看，看看爱爱倒啊！来啊，是啊，拢有啊吗？新片啊！来，这包给后边了，来包这个啊，包包呀，来，来啊，你包消费可以先加他呀，来，再来，这包个十个免钱啊，来，送十个好嘛，冇紧啦，两包啊，三包啊，四包五包啊，六包七包啊，八包啊，九包啊，十包啊。三十包有啥物？你乌鸡的，你还带啊？保证百分之两百三个无鱼。来，啊无摕一个小鲍鱼好啊，小鲍鱼是啥？叫叫叫鲍鱼。鲍鱼好啦，鲍得起来。来啊！这个工作人直接咧化妆好掉。你遐几斤咧？五斤咧啊？分落来，一包鸡尾肉。来台钱啊！包钱未咯？拢大包个，拢甲你加几啊五个啦，无钱都搁炸十个啊！你若天天加来烧电量，你爽啊？啊无咩咯？不对啊！包包重个，今仔个花五千个嘛，花袂了。上好今仔个花五千个嘛，花袂了。啊，变来好用个。哦，好重。一定是好爽的，拢教好个，互恁当个嘛好爽。啊，无甲恁教迄细包个啊，对。滚落去。拢几啊五个呢？都无大包个呢？迄男是六号，我嘛有可能安尼看。辛苦了。等下咱免载了坐重。上来。快点点。辛苦了。打我。那你没拆机呀？没拆。我这两盘来嘛，你带来啊。你这两盘来啊。来啊。我看我做点清清的就好了，没火。火了就烧。料啊，那里料啊，再烧料。打不了了，打不了了，不能了。你有在讲什么呀？三贝啊，三贝几个呀？三贝肉呀？是干贝啊？三贝煮的干贝吗？三贝啊，一千还是三包？挂口的呀，挂口的。挂口的，迄条啊，是的，这条鸡肉。你好。打算是你？打后面不是摆来滴啊？不摆起个啊？来啊！你搞咩咩尾鱼肠？集中啊！我可以做点广告。尾鱼肠我哪要吃？我吃饱了啊！几个小钱啊？来者，两个啊，三个啊，四个啊，后边啊，收收啊，你啊一拍一拍收呐。那阿姨嘛，还袂无啊，袂了。一拍给伊啊，姐你我看你这个好，好容易好啊，这个顶悬啊，规个桌顶乱到，都乱了呢。好诶，敢会使换白酱哦？我无食牛肉。
你无食牛，你啉汤好无？我若阁无食牛，无啉汤，你食偌济菜头啊？无啦，讲笑，你要换啥物？拢好啦，现在就一包。一包好有啥物好？换这啊，吼、哦，讲笑个啊。即个天若阁唔讲笑，来惨啊，地价个啊。来啊，上面一个扇贝肉三包就好啦，三百块。扇贝肉上面一个三包就好。哇，你家己讲好食无？你安怎煮？我用烘的，用烘的你有卖无？全台湾省的炭烤店啦，全部拢用这烘的啦。这你有啥物好买买？大家拢弄的。用炒的嘛最好食，用炊嘛最好食。你像阮大用烘的，这一包海产若炒到赚三四百块、两百六七百块，我卖恁三百块呢。这包搁十二三百，你买会着？我来讲，这包够你啊，三百只我送。你估计唔好听咧。是啊，再搁一个啊。三百块啊。三百个有要吃哦，扇贝肉啊，这真正比蚵蛤嘛好好吃啊！哎，阮大爷买物件真正啊，你用炊搁啊甜。三百个有要来无？而且话因讲我袂用介绍恁来买，你烧烤店前讲两三百块，你买两包当个试吃百块呢，一百五十上面买当个试吃看嘛，一百五，开下去个，拢无爱落去啊，就对啦，尽量买啊。行啊行啊，来个来买啥？你要吃啥？你点我来帮卖无紧啦。要吃鸡也嘛有啦。萝卜糕。萝卜糕起来，是啊。你要啥？萝卜糕三百好无？大哥，这个天我来讲究一下，甲我买三百，卖搁买百五啊。给我高兴一下嘛有。哦。来啊，上面吃牛排，一千就好啊，一千块啊。阿姐。今仔日大哥是第七个人家来甲我讨这块牛排啊，一个人家伫遐嘛来讨，你甲朋友买一千嘛，你甲讲啊。即我阿姊啊，迄条边仔咁平，十礼拜拢来甲我支持啊！我阿姊啊，上平外啊，一百五，你一条行我六七百，两条行我千五，千五加千五偌济？三千啊！一千六，这包够送你，这包够你。一百五安格斯牛排，先给几个人去？俗到你忘袂掉，这包够你五包，一千六，一千个要食无？一千干够了，来，三包四包你买会着无？一百五个呢，五包啊，一千六。靠、哦，遐有一个带骨的，带骨的好多骨，这无啊吗？四包上面也无啊，四包给咱蒙住啊，四包要吃也无啊，真正无啊。有啥物来无？唔好买贵，买两块啊，一百五的啊，有来啊。除非你无食牛，啊无你甲我买着，三个人给你试吃看嘛，两百两啊，唔免四百，两百两啊。买一包就一包两百块试吃看嘛，两百够买来无？行，过来，你要吃啥？你刚好要吃蚵仔丸无？两号两，两号两，几个？对啊，两号两，你刚好买五包。五包敢会收钱？五包哦，你也收钱啊？五包，你对阮大哥买就无唔对，迄内行的啦，伊老计较啊。这三支鸡腿，我啊行啊算了五包，拢无贵的啦，我四支而已啦。我五支给你啦，我六支给你，我七支给你啦。七支鸡腿拢无过你买，你买带真空，这咪食饱先，这是卫生的问题啊，佮保鲜啦。这三支佮送你啊，这总无十支鸡腿总值啊，来五百块了，五百块，五百个要吃无？另外两五股鸡腿啊，五百个要来无？我来讲，阮大哥是因为买着伊才讲这个鸡腿无好食，你唔好买过，你买哪买五百？你买袂落去，你唔知偌好食。所以你卖买五百，你试吃看卖就好啊。你反正人工来像大哥安尼买五百，两百就好啊。你试吃看卖。我们要一人一半。来五百啊！啊，你该我甲你分了，你要分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来五百。你讲人要买两百，等于真看卖无？大家，真正你学来五百，两百看人要试看卖两百块。两百人要吃看卖无？唔好买贵，咱买两百块试试看看，真的没有关系的。有啊、哦，包行。过来，你要吃啥？要吃鲍鱼无？鲍鱼，看我要吃鲍鱼。鲍鱼是对啊，阿嫂。鲍鱼下骹敢有？我想要卖下骹，甲卖了好啊，咱要休困啊，卖搁卖啊，好无？鲍鱼要吃开三百了好啊，卖五百啊，三百块买买上去啦，鲍鱼啊，一个到一个品种啊啦。一条鱼啊，我两条五百，三条给你，四条给你啦，五条给你啦，六条啦，六条吧，三百。来，三百两个哟。一条鱼啊，我两条五百，三条我哩，四条我哩啦，五条我哩啦，六条我哩啦，三百两。最后这两条一百。三百两个哟。啊唔，我来包过啊。我搬啊啦。代表来啊。四百多。
我刚才没吃啥，我没，我老没吃两面。刚好柠檬虾卷。柠檬虾卷。泰式柠檬虾卷。泰式柠檬虾卷。泰式柠檬花。鱿鱼卷呐。鱿鱼卷乌啦。你给他拿来送草衣啊？不吃牛。不吃牛，我跟他。姐，拿去，来，柠檬四小。这包鸡腿块一个人在，然后买买，卖过下鱼，我一艰苦啊，350块，买几包拢加钱吧，200一个内桶，200块，这200上面。哎呀，快点啊！好嘞，阿叔，你这个鸡腿好不好？哦，你谢谢你，好啊，你很好客人，我一起一直跟你讲。帅哥，这个柠檬花枝有一点好吃不？好吃，好吃啦！你阿叔用这两钱的？用这？真的哦，我来讲，我做侪物件拢建议你用这个都唔免钱。这真材实料的物件，你唔免底下钱，你用这两多食，这种飞机讲啊，这外口只要一包或者几啊五嘛，几啊五加几啊或者，我无卖无办嘞，这种人家好食过来嘞。我这两包佫送你，四盒嘞，40条嘞，大个。200了，来200块了，400块了，这连收连考虑拢免收啦，真正。阿强，干啥找一家小贩？阮这大哥哦，这个。来，别别干来啊！来啊！这下佫买一个200了，好皮啊！阿姐两个啊，这边两个啊。一家佮买一箱啊，阿免多的摸啊，免多啊，阿免多一点摸啊。喜欢来啊！你这个帮我飞到底啊！来，上面喜欢这个道理哦，帅哥介绍用，不可以自家来好不好？